Join with 好，密码我看一下。对对对对。那个密码会隐藏起来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哇，嗯，九四八七，对，九四八七。你怎么讲出来了？哦，你讲。拍谁？怎么这样出来？就都进来了。对啊，全部都要跑进来了。通通有人。然后你看那个上面那个很大那颗头是不转头。大跑，就是我这一局我是那个旁观者视角，然后我可以乱弄你们东西。我要怎么加你啊？密码加入。点 play 吗？哦，不是 play 的左下角，左上那个有个 C 开头的，嗯，点下去之后右上角有一个什么？哈基，你按下 T， 哦，九四八七，你的那个有内建麦，对，好好。他预设会把它打开，以前我记得预设是关掉了。然后蚯蚓那个按下去之后，他要你输入四个数字嘛？九四八七啊，好了，进来了。对，九四八七。有有有，怎么又讲出来了？坐打。右键右键哦，左键再按右键。哦，干嘛啦？我在射上面的球球，等我。对啊，这个游戏超级久没有玩，超久没有。对吧？啊，这颗球球会动。哈基，你还是按暂停，你的麦又跑了。我是直接把你们都禁。你看你右上角那边会出现一个禁止那个 T。哦，这把大家禁音卡住了，为什么是正常的吗？等一下，反正你真的输入九四八七吗？不是啊。不是，哎，那照理说应该英文数字数字数字吗？他写的是哈基。对啊。为什么哈基可以被弹到那么上面去啊？被弹是几个人啊？我重开吗？自己换。我记得玩的人可以到十个。啊？还有，我记得他这个地图不知道是几个人，忘记了。我记得我刚刚开的时候是我可以选两个嘛，一个是旁观者，一个是玩家是十个，旁观者是一个。啊，你总共十一个，那可以啊，嗯，也可以啊。哎，所以头，你说那个正中间那个大头是团团，他这里啦，等下，你在哪里啊？那个会飞的摄像机，你面前呐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，游戏挂啦，所以打你会有伤害哦。你可以打打看啊，你打不了他、啊，打不到吧？太近还会隐形哎、欸。我是上帝，他上帝呢？上帝是挑战权威，射不射爆你？等一下，我在你旁边放一堆陷阱。还没画到两个区域就，对、啊，让我体验个游戏。第一场先体验一下，对吧、啊？这个第一场大家先熟悉一下哈，对，先熟悉一下。好，去尝试一下看怎么看书，我都忘了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我员工爆烂。哎、欸，我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游戏怎么玩。这游戏其实就是小型吃鸡这样子，然后只是会有一个主，就是上帝可以控制各个的区域这样。嗯，就有点像电影机的游戏那样。我怎么有点像，有点玩不掉啊？上帝可以选择要缩圈缩哪里？你用不，你进不来吗？我游戏打开之后就怪怪的啦，怪怪的。嗯，对啊。怎样怪怪？卡在一个画面，还是你要不要重装啊？因为这个其实我是重新安装的哎。还是你截个图我们看看？我现在截不了图。你按那个对 Prince 那个可以直接截图来，我贴哪里啊？你贴 General 吧。北七哦，怎么是画面？你为什么是截错了？你怎么是截你的？你按 Auto 再点 Prince， 我就是按 Auto 才会点到这个啊。哦，好神奇哦！我知道截双萤幕的给你们看了，可以？哎，不行哎，可以，他截不了。直接 Prince 不行啊。对，请问你的实况现在有游戏画面吗？就是没有游戏画面啊。哈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你的游戏屏幕吗？还是你的游戏是卡住？他进你的 T 又打开，还是我的游戏是卡住了？嗯，我现在在关他了。嗯，为什么？大家可以按那个 ESC 直接把那个声音全部 mute 掉就好。你说 ESC 声对，然后右边不是有蓝色喇叭吗？把大家关起来就好。哦，他刚没回应的啦，白痴哦。所以只是纯粹游戏宕机而已。对，把团团也 mute。对，把我也 mute 啊，不要 mute。虽然我本身就是把它关掉了。
通通不要讲。DC 不用啦，哦、好 DC 啊 ，DC Mute 也太边缘了吧，就完全是排挤了，太边缘啦。然后等下突然叫大家说，你们怎么不理我？你们不理我，直接打电话不理我，然后有两个直接敲房间，冲到隔壁，为什么不理我？为什么？悄悄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、欸，然后呢，跟大家讲哦，现在这个游戏的上帝视角可以选的技能变多了，对。不是只有那几种，哦、对。其实前面以前有哪几种我也忘了。对，以前就是基本的什么捉奸啊、加血啊之类的。哦、我刚刚有看到有一个开启已锁的区域，哎，以前有这个吗？哦、可以解锁，可以解锁，就是帮你们解锁已经锁起来的区域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地板全部变岩浆。哇、哦，地板是岩浆模式，太过分了。对，很多超多超多东西，还有一个是什么海滩派对，我那哦有了有了有了，搬进来了，有嘞，多一把 mute， 先把房间关开，好，今天就第一届的这个 Amigo 吃鸡杯要来了，来哥，准备好了没？来来喽，要来来来，你来来来来来 ，Five Four Three， 我还在熟悉哦。还没到，大家都忘记了，没有熟悉哦。好、哦，我们来到了现场喽。砍木头，他地图要怎么看呢、啊？砍木头，砍木头，左下角、啊。左下角，它是各个区域。嗯，所以地图是要做什么？就砍木头啊。为什么要砍木头？因为你要物资啊。对啊，你要做房。哪一个木头可以砍啊？看到都可以砍吗？你看到会有图案，树的图案，树的。对对，细细的那种树枝。哎，现在大家都离好远哦！木头，砍木头，啊！我看到你们大家都离好远。这房子不能进哦。哎，现在有不能进的？看哦，我记得可以升级装备，不是吗？有啊。木头大概要拿多少个？要怎么互动啊？右键不是？一按一，按一，按一。哎，他进在这里哦。对啊，在这里，怎么了？你有看到我吗？你不要打我！你哎、欸，你想打我对不对？你想打我？没有，生气了！你想打我，我生气了！上帝生气了！上帝生气了！我要把你这群关起来！坏哦，喵哈！你看一下左下角，有个像水滴的，那就是你的位置。对，就这样子，以此类推。吃鸡哦，那它也是会像吃鸡一样慢慢缩圈吗？它就是那个区域不会缩圈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红红那个区域？就是那个区域在三十几秒它就要收起来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哈基康在那边。哎呦，所以离那边远一点啊。对，小坏坏，坏坏坏。哎，这点数其实回得很快，好爽哦。哇，坏人。这是什么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放一下好了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哦、血月，干嘛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血月怎么了，我不知道。真的干嘛？在干嘛？干嘛？AB1 全 AB1 是看得到大家的位置，你们每个人都看得到。有哎，有两对好，有两个好近哦，有两个超近的。哎，不是我都关这边，哎，没有，这个是系统自己关的，不是我。我要怎么做装备？我要怎么做装备？那个很近的那个不要靠太近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要怎么做？哎，装备怎么做啊 ？Q 按 Q 按 Q 按 Q 哦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人啊。哪一个要做？哪一个是下一个人在做东西？左边那个，然后它会有一圈东西，就是你现在的材料可以做。那个在同一个区的。等下我要怎么离开你们？我不要。是会先做哪一个？我实在真的看不懂。衣服，衣服，衣服吧，因为会冷。衣服跟那种可能斧头那些的，对对对。哪一个是衣服啊？是那个看起来像毛毛的、毛毛的那个。对对。所以右边那个东西是要去找，是不是？而且路上砍木头啊，砍沙发、材料之类的，木头、沙发都可以。Liter 这是什么啊 ？Liter， 哎哎，你们大家现在很和平哎，还不错哦。哦，原来是皮革，对，我看到皮革了，会找到那种沙发可以弄它。原来如此。哎，中间这个锁起来，我真的觉得有点过分，有点过分哎。这样子不就等于，如果中间断一个的话，大家就被。好了，上帝帮你们开启这里好不好？谢谢上帝。哦，可以去中间玩。祝你减肥成功。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！撒腿，上帝，上帝！
上帝、欸欸，我要自己给我关起来，我没办法哦。上帝，要关门了，要关门了。我开起来，不是开了一扇窗，又没有一扇窗的吗？又开门了，又开门了。上帝是要来协助我们的。我又开了，我又开了。上帝，你又关了我一扇窗。这个上帝人真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觉得好冷、啊。我好冷哦！哎，不帮你打开，不帮你对，真的不帮你打开。冷的话可以做火，做火堆哦。我想到这个啦，那时候跟小雨在烤火哦，要烤火堆，要烤火堆，我记得烤火堆。喵哈在这里啊，先不要弄喵哈。烤火堆是这个吗？有个火的、啊，中间上面的、那個。哦，我会生火嘞！哎、欸，杰瑞，你去找别人玩啦！你是用火，你是用火，用不要这样。现在场上很多那种你可以打让你飞很远的东西。欸、我旁边 有一个机器人之类的样子，一个圆圆的球在地上。我看一下你现在。我觉得我探区域有点微妙。你那个区域还嗯嘿，就是有一点，我好像该去另外一头的感觉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好玩哦！天哪、啊，你们怎么都在这？我要把这边关起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要去拿那个。哎、哦、呦，你坏了、哦、东西哦。那有东西哦，对耶，是拿空投、空投箱，原来有空投，有人想拿空投箱被阻止了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刚才是没看到啦。他先多一些区域是要跑酷的，不行。哇，你们这边离好近哦，这里有箱子，哎、欸，有火堆耶。嗯、我刚有做一个火堆在路上，我刚刚有做一个火堆在路上，嗯，哎呦，看到繁星了。哎呀，看到愉悦了，杰瑞赶路一下。哎，不要这样了，好了，给你开吧。哦，被拿走了。我拿香香就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来点刺激的好不好？嗯、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地板都是岩浆一下。不要修了，那块没得发现。等一下，我跳去哪里？我跳去哪裡。你要跳去上面那个，现在有橘色线，橘色线以上的地方就没事。哦，太高了，太高了啦，上不去。什么橘色线？哎、欸，他们那区域而已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我了，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哎、欸，他会往上哎、欸。他还会在上吗？他会在上吗？他会在上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哦，好可怕哦！这岩浆、欸，我跳不上去。它这个岩浆还很高、欸，很可怕、欸，超级高。房子的屋顶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它那么高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哇，那岩浆不会退耶、欸？哎、欸，会退会退，退了退了退啊会退。哇，我跳了三个铁柜高才躲过哎、欸。那你有没有看到你类似画面有出现什么？龟壳。哎、欸，我玩上帝真的是会变大坏蛋的，真的玩上帝好玩。他一直都是一个大坏蛋，不是？才不是啊！让我哎哎哎，好了，你们玩一下这个 party ball 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穿泳装哎！穿泳装了，穿泳装了！穿泳装了！我死了！怎么了？好冷哦！好冷哦！好冷哦！你们在开派对啊？这雪地就这样子没问题吗？很冷啊，好冷哦！等一下男生是也穿女装啊？等一下，我穿健身泳衣，我是玩女角啊，我是玩男角哎、欸。可是这样好像不会掉冷去那个温、欸、度哎、欸，因为这边现在是那个、啊、现在是大太阳啊、嗯，对。超好笑，哎、欸，还有音乐，超好笑，就很悠哉，有没有？哇！这么近啊！哦，看到地图了。那个壁上像牙齿一样，那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那个是空头，空头那个会那个啊，它给你一个技能。对，我没有在捡空头，我没有，因为你们两个靠最近。我只是在砍树而已。我想要把你们集中起来一下啦。啊！让我再多砍一点树嘛。那我再多理解一下游戏啊。那里有沙发。这音乐真的好慵懒哦。我的悠哉。超悠哉。等一下，那里那边。我要捡沙发、啊！找到我的西退了，繁星。我看到你的西退了。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什么时候缩圈了？我在最边边。对，缩圈。变、欸、回来了。变回来了。你们很怀念吗？还想要吗？我想要这个地方再多开一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啥？啊？是什么 ？Manhunt。
小雨可以投票吗？投票干嘛？对啊，我被追踪了，我被追踪了。他说投票停止在几秒后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投票。哦，好吧，如此突然看到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哇！你被追踪了，原谅啊，大家都投。哦哦，这是给哦，你现在连给观众投都是要用那个退去啊。哦，懂意思，我懂意思了。哦，因为我记得之前可以啊，之前就是我在开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了，你们大家都在中间，来给你们无重力一下。我还没到中间，我快死掉了。视角这么转啊？还是我刚刚有人在我旁边，现在是无重力啦，各位。我快死了！音乐，我被吸了，音乐要死了，音乐要死了，我被毒圈弄死了。太冷了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你差一点点了，你快到了，你可以用滚的滚起来，用滚的滚起来。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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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！你先跳一下啊！你死了啊！没有，你死了，我来不及生活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生活啊！四个人，喵哈、繁星、杰瑞，状况外。哦，繁星往左边走一点，可以看到喵哈。看地图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看地图。好啦，一起血月一下，谁都看得到。哎呦，哎呦血月被打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开打了，开打了，开打了！大家的位置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哎呦，他这跳不会有。太高了啦！没有，现在无重力，现在是无重力状态。对，现在无重力。好了，你们慵懒一下啦。太多，太高了啦！哎呦哎呦！然后搭配这个音乐。对。哇，这边打得很火热哎，不是我在说。过来。喂，等一下我身不高。哎，等一下，圈越来越小，圈越来越小了。八，对，圈越来越小了。等一下，他不能，我们再给他们看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你们加油。Sudden death 啊！哎 ，Sudden death 了 ，Sudden death 了，我们拖太久了。我更小了，圈更小了。你坏蛋，坏人啊！坏人。放个陷阱好了，哈哈。哎呦。哎，如果这样子缩圈再加岩浆会怎么样啊？哇，没地方躲吗？他不行，他不给用，他不给用，他不给用，真的太用了。对，好了，那我看一下，哈基最没优势，给哈基隐形一下。哎哎，他什么隐形还在飞来飞去？你被看到，被打了，你被打了啊！这是什么？真的，哎呦，两个人打下。哎，我试试看这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什么啊？繁星，我怎么晕倒了？繁星跌倒了，跌倒了。香蕉皮，这可以给大家跌倒。哎呦，好好玩哦！夹到，反正被夹了。跌倒，反正被夹住了。哦，他传进来了。哦，传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哇，这好窄哦！给你隐形一下。要死了！我要被打出去了。要死了！夹死了！夹死了！要夹死了！夹死了！哇！呀，砍到啦！还好防护罩，我要死了。还好有防护罩。对你用防护罩挡伤害、欸，对啊，哇哇，杀一个，真的杀一个，哎、欸，结果大家几乎都是被地形弄死，都卡在这样地形啊，没有砍树砍到忘记了，跳出去，啊，对，因为要重开，要重开，啊，所以是要主 menu 吗？就一样到那个啊，就看一下按 custom， 然后看谁开吧，现在谁、哦、谁想当？你们有谁想当吗？我要当坏的。好，那杰瑞开，那就是你开了。没办法，这游戏 F 并没有分类啦，所以我只能用麦块，不然我开不了台。他一定要有分类才能开台。对的。哦。对，再等下帮我讲一下。密码一样吗？不一样，画面没切好。哎，真的哎。画面跑掉了。杰瑞进去可以研究一下，他可以带一些技能，然后可以选。哎、欸，啊，九四八九四八九四八七，技能在哪选？进去前吗？进，人物的话好像进去前。嗯，然后上帝视角的话是进去后。在哪里？哦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技能是哪一个啊？我其实要研究一下，我刚没有按过人的视角。嗯，哦，还有预设的职业、哦，那是要先进去房间选吗？
他是在进房间之前。哎，这是有职业。对啊，我看到他有四个职业。你们现在画面在哪里啊？大厅，大厅里面的。对，我在大厅。那我要好多可以选啊。职业怎么选啊？就是你一进来这个房间，他不是跳四个吗？The Hunter， 然后一个是忍者啊，中间那个我看不懂，然后一个是 Custom。我再出去一次，我刚刚没注意看。哦。Everyone can speak。为什么射出来的剑有光芒啊？追踪不同职业吗？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啊。哎，真的哎，我是追踪剑哎，射到你就会看到哦。哎呦，我是雪猎人，我是雪猎人。哎，我被当令甲。我是半藏吗？那是元氏喽。有重新一下。怎么？你会选了吗？哦，是刚好像按掉了，没有选到。哦，不用啊，这边可以选啊。按哪一个？按 Q Q 按住可以自己挑喜欢的。Q, 啊，有了，哇，可以当拦路猪哎。看一下，这个很棒。Q 按住，然后点一下你想换的。哦，我看到那个钩锁那个。对，我的 Q 是。是就是制作表那个啊，对啊，制作表，然后你再点你 点你要的东西，可以在这边，然后你可以换，可以挑你要改的。啊哦，好懂了哈。嗯，哦，好多东西可以玩哦，天哪，完全看不懂什么差别在哪。你选好职业之后，他选的那些技能装备都是已经帮你调好的、欸嗯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啊，哦，所以还是没差啦。他就是帮你调好那个，对，懂你意思。其实他就是赚个预设的选单，可以让你选这个职业有哪些技能，这样子用。好了，啊、哦，我随便挑了。啊，算了，我嘿，我用推荐选单，看忍者鞋，哦，忍者，所以他斧头还可以打剑士啊，应该可以哦。刚给打雪球啊，所以应该是可以。哎、欸，什么滚啊？哦 ，control， 那个 control 嘛。哦，有了。投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滚。哎，好了，我好的。好了。都好就可以开始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好，我要去砍树了。我是伐木工。我也要去砍树。伐木工，好亮，好亮。好亮好亮，我们等下繁星走在旁边啊！停下，停下。